将代理由中国炎龙互动公司所开发的最新线上游戏《东游记》，以奇幻的东方风格加入丰富的 PVP 系统、多样化武器炼成、快节奏战斗模式以及讨喜的漫画风格呈现，玩家能四人组队一起冒险，除了标准的攻击之外，也能和伙伴进行连锁攻击，施展超华丽的必杀技，且施展必杀技的时候，每个人物都会有漫画特写镜头，并有连续追加攻击，而且四人时间差追击连段，乐趣多多。韩国网传公司表示，他们在完成并购韩国 NHN 公司后，原本由 NHN 公司授权台湾一级网营运的线上游戏 R2 也将回归网传亲自营运。R2 是一款 3D 史诗级的 MMORPG， 目前由台湾一级网营运中的 R2 将在今年11月7号终止营运，进行玩家资料转移。网传表示，所有玩家在游戏内的角色、账号、装备等资料都将完整全数保留，预计最快在今年底以最新的版本与玩家重新见面，届时玩家们原有的角色资料都将可继续使用。红星辣椒旗下经典史诗巨作《伊苏 Online》将推出年度最大改版《火鼠圣地》，除旧有系统及游戏界面优化之外，更新增玩家最喜爱的火之领域圣地，并推出颠覆以往的两大全新系统，有精炼系统及独创师徒商城系统，相信能让玩家耳目一新。另外，配合圣地开放每周六举办的公会圣地战，供玩家占领圣地之后使用其圣地资源，成为玩家最风靡的大型公会战。本次改版也针对新手玩家更新许多贴心的设计，如创建角色面板、游戏操作界面系统做了大幅度的调整，让玩家一目了然，使用上更得心应手哦。台湾索尼电脑娱乐备受好评的拉杰特与克拉克系列将在今年秋天推出 PS3 最新作《拉杰特与克拉克 Future 2》，与国外同时推出中文版。游戏中玩家可操作拉杰特，为了救回伙伴克拉克而闯荡各个时空，运用特殊的时间操作能力来对付恶名昭彰的尼发利斯博士。《拉杰特与克拉克 Future 2》是全系列第四代作品，发挥最新技术打造如同 CG 动画电影般的动作及视觉响应，很值得期待哦。微软将于10月16号到18号在台北信义星光三月 A10 停车场举办 Xbox 360 X09 电玩大展，而且针对将于10月发售的 Xbox 360赛车超大作《极限竞速3》，将推出台湾限定的《极限竞速3》主机同捆版，全套包含 20G 硬碟的 Xbox 360标准版主机、《极限竞速3》游戏、无线赛车方向盘，只卖9999元，而且限量50组，真是超划算。另外，购买120G 硬碟的 Xbox 360旗舰版主机，也可获得超过3000元的赠品哦。X09 电玩展将展出超过30款游戏，还有《极限竞速3》超爽快的三萤幕驾驶体验。另外，《铁拳六》制作人原田胜宏也来台跟玩家相见欢。千万别错过这个电玩盛会哦！